哎，你也是 Lexus owner 嘞？哎，啊，你老婆从下面走上来，对，屌啊你，回去跪地主。对，总之看到有心有就有些，所以他们就会哎，相机。对，相机。我们是匪夫收拢一个 team。我们的家。OK， 不好意思啊。OK， 您不急。好，各位，今天我们来到日本，我们来到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二手车厂，因为我们之前在网上 bid 车买车呢，都会看到这一件东西，它叫 Good Speed。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这辆车，而且我们当场算一算，看一下这辆车要多少钱，我们一起去看就对了。来 ，Alex 来，我跟你讲，哎，这里不是一层啊，你看一下，你看啊，你看这个里啊，这不是一层，这又它是真的蛮大，这有五层。这五层，一二三四五，跟着买那个 rooftop 五层，什么鬼来的五层 used car？ 好，现在我们要去看一下这个五层的这个 used car good speed， 对，这个 one of the 蛮大的一个 used car 的一个 dealer 在日本，对，真的很大，对，真的很大，还大过你的肚子，现在又大力，大，那我们走去看 ，OK 的，走。好，各位，今天我们要来看呢，这个第一个两车就是 F150。那么这辆车呢，哇，真的是够大哦。对，这个大两，这个大两。Left hand drive 哦。对 ，left hand drive， 这个 US 的。This is the real Raptor。啊，the real Raptor， not those Ranger Raptor。No， Raptor Jalop。Raptor Jalop。啊， fake one。Yeah， this one is the real one。This is the real one， bro。You see all the quality， no play one。没有。Smells like US plus Japan， bro。Yeah， Raptor。Really、欧美掺这个日本啊，对，真的。他在卖这10 million， 10 million 就差不多马币要300000了。我看超过。然后、你说加买 tax 啊？啊，加买 tax 超过差不多4-500000。对，要。Nice， 看看一下就好，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车要看。要啊！哇，它的轮子几寸啊？喂，这个哦，这个不会大，这个不会大啊、哦，都得零大不了。哦，对，它是 rim 17寸吧？看一下我们在马来西亚从来没有看过的这个牌子，这个叫做 Lincoln。啊，好给我叫么？林棍。来棍。这个叫 Lincoln 导航者 Navigator。对，这辆车比较旧一点哎，它的样子。啊，这个旧来了。这个它没有开啊。OK， 然后以前他们出门就不用带锁匙了，就按密码滴答滴答滴答滴。啊、但是最顶的是这两、你看一下这旁边哪个人、这两个喂喂，这个 rim size 应该是26寸，没有看过这样大的 rim， 抬起来抬得动吗？对、这个是 Cadillac 的，这个叫什么 brand 啊？ Cadillac 啊， Escalade 对 Escalade， 这个可以看里面。喂，这辆车大到什么情况呢？就是放在 Alpha 这种车隔壁呢，感觉 Alpha 很小了。你看这里有 side step 的，好像 Range Rover。对，这辆车是 next level。你看一下，我坐后面，你坐前面，这个车真的 next level。不要了。不要上人家的车哦，是啊，啊，这种是我们很熟悉的 Alpha 这辆车，你就看这个两个 comparison， 你就知道说那个美国佬的车是几大辆，日本车小小辆而已。哦，所以他们不只是卖车，他们也是有卖哈利这种摩托，这边就有放这一辆 Mini Cooper S， 那么这个 Mini Cooper S 是经过这个改装的。Giga Mod by German 啊，这个它的 Pass 全部哦，哇，够力啊！啊， Giga Mod F 56的调高低，哎， Body Shift。全部德国的东西啦，这个，不用这么多、来，你们看一下这辆车哦，如果你们有兴趣哦，啊，价钱都在这里哦，有价钱、有价钱，这个是 for sale 的，多少钱？300多万，300多万啊，啊，也不会太贵了。一几年？这辆车是给我看一下哈，啊，他没有写下他的日期，登录查询年份2019-2月，哦，是，不好意思，这个是他的检验，所以他的车是2018-2019年的。哎，你有看过啊？卖二手车的地方啊，也这样没有。这好像有 4S 的那 level。哎，那个 level 4S 比较低啊。还有给小孩子过来玩啊。小孩子来玩，你看啊，有火车玩哦。有那个 family friendly user 啊，你懂。然后啊，这边还有卖的嘞。对，模型车。对，好像那个叫什么 Hot Wheels 啊，但是这个日本的、这个是达米亚那种的东西、啊。1:64。OK。1:64。对。还有在玩啊，全部。对来，那个 lift， 我们去看一下它的 lift。你看它的这个 showroom 哦 ，used car showroom， 我觉得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日本的 culture， 真的不简单。他们，你看啊，车机也有卖，电池也有卖，而且哦，他们之前 used car 大闹啊，有自己的包装电池。对。What the hell, man？ 做到真的是，他们有十几个分行、
全部都是这样的 size。有把大哥他们合作了以后，对对对，哇，如果可以开到一点这样也是没拍啊。对对，你可以考虑一下。你后期不要开玩笑，要不要喝一点水先？啊，可以来，脚车都是，脚车都卖哦 ，Glaffit 啊 ，Glaffit， 对，送哪里了？哎，我存钱呢。我要那个矿泉水哦，矿泉水这个可以 free 的哦。哎 ，Coke 是 free 的哦，干你妹，不用钱的。杯没有，没有杯的，不用杯的肉。我要喝冷的，冷的你也是要有杯啊，这个温的，这个冷的要有杯，朋友。不用了，他自己掉出来了。讲真的，真的，哇、哦啊！你帮我顶啦！真的，这个十七秒过后，真的很顶哦，这日本的。要看一下他的 final finishing 是怎样。看到吗 ？Ice green tea， 关你妈塞！对，还要自己关，这个才别答案。看到你这样喝，我也是别答案了，我就来一个这个。对，来了，到我了，我水了，你看到吗？Sparkling water 哎，是 Sparkling water， 收到，嗯，会好喝，有一点那个 gas 的味道。一个 used car， 还可以有 smoking room， 对对对 ，waiting area 那个 waiting 不是 normal waiting 啊，那个椅子几千块一张的嘞。哎，不是几千块，这个我懂，这个是这个是 designer 钱来的。Herman Miller， 如果你们懂，你们 Google 一下，一张椅子，这个是美国的椅子，椅子有整百年的历史啊，在打仗的时候已经有的。是，这差不多是一张椅子 ，Ori 啊，我不懂是不是 Ori 啊。讲究，你看，八九十千一点，八九十千一架 ，OK， 不是一架，叫这个叫什么？一袋高椅。你看 smoking room 真的哦。对。你抽一下，你抽拉出来，你看到它讲拉吗？直接拉回去，这个还比那 kitchen appliances 那个还给过，直接抽掉，直接可以洗干净，很棒，真的很棒，而且它 basically 它的 smoking room 就给 smoker 在里面，给我嘞 smoking S room， OK S room 是什么？叫 suicide room， 搞笑，所以 basically 如果他们真的是很清洁，日本动墙啊，这是最清洁。哇，真的是没有味道，再抽多一次。哇，这个椅子好重啊！不一样，不一样，真的，不一样。赶紧不会他是放那个他的脚，这个是不是 Herman Miller， 但是类似啊，很好的 Herman Miller 椅子来的，还是会往下的。对对对，这个椅子底下是很多人 copy 那个 Herman Miller。如果你们讲究玩椅子的，不是玩 Secret Lab 啊，不要玩那 Omega 那东西啊，那啊这多啦这些不一样了，这个是 Herman Miller。真的是玩坐椅子玩家 ，OK， 在椅子界里面就是 Rolls Royce 的这个是啊。如果你们玩椅子的，你们可以 comment 一下是不是？如果不是的话，你们拿 Google send 给我那个 link， 我要自己 improve 我自己。Oh my god！ 各位，我们这边有很多 Fiat 五百 C， Fiat 五百 C， 哎，它整栋嘞，哎 ，Yes go 嘞。对，这个 rooftop 啊是 starting 吧的嘛，我们还没有进去它的 orgasm 的地方。OK， 这个是那个。哎，那先不要讲了，我们来看这两个。来一个是 Albert， 对 Albert， This is the sport version。哎，没有锁哦，你看。老板，怎么没有说？日本的质量太好了。这个是 Fiat 500C 的终极版本。对对对。还有一个是 track 车版本 ，plastic 窗啊，这个是玻璃窗，这个是 sport， 可以在街上走的最高。对。还有一个再高就是 plastic 窗啊，那个只可以赛道不了。turbo 的。但是也可以上街了。turbo engine。No, I don't know. But I know it's fast. 这个一定是类似一个很好的 tuner engine 来的。好，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奥迪，对，还有一些 Jeep Cherokee， Grand Cherokee， 这个是没有，那后面那个，后面那个是叫做不是 Wrangler 吧？是 Wrangler 来的，是 Wrangler。但是它前面已经是 modified 到很紧，这个它已经改过了的。对对，你给他看一下。OK， it's a Jeep Wrangler， and this is a 哎 Sahara 啊，对了， Sahara 来的， Sahara 来的。到底有什么这样好玩？很多车，真的很多车。对对，很多车。这个只是一个 part 罢了。它这边专门放 Jeep 哦。对对对。然后我们旁边看到很多奥迪。对，奥迪，这是奥迪 A3 and S1。这个 S1 曾经我想过要买，很美，这个但是太小了，不当啊。两个系的，对啊，四个系。四个系不，两个门哦。OK， 这辆车我觉得 OK， 太棒啦！ OK， 你们看到自己喜欢就跟威登讲，我们把它全部带回去马来西亚。你要什么车？我们现在就是一个行走的 catalog。对对对，你看到你喜欢，你直接 drop 一个 message。All the car we can bring to Malaysia， as long as 一岁车。
又是慢啊一下。八一的时候 maximum。OK， 这样我们不做 lift 了，我们慢慢走下去。对对，我们走楼梯这样比较有那种感觉。这个你的车来？对 ，IS 三，这是 hybrid version 啊、哦，是旧的吗？好像是旧的。我跟你讲啊，你看那个车的 condition、嗯、那个气啊，啊，看看。Oh my god， 那个珍珠还美美。IS 300H。对。啊、那天我们看 import 呢，就已经卖了一辆，不止一辆。哎，几辆了啊？有四辆了。四辆了。对，有。那天是你卖哈？啊 ，Mont Blanc。Mont Blanc。好像整辆黑了，整辆黑了。整个门线一辆嘛。Mont Blanc 啊？对，没有人有。Yes， baby。对。哦，这边全部 Lexus Corner。对 ，Lexus。哎，你也是 Lexus Owner 嘞。哎、啊，对对。其实你看，你们看 LX 这样子哦。哎。啊，他好像年轻这样子是，他小小就已经赚了第一桶金啊、哎，几百万。所以啊，他很小就买 Lexus RX 了。不要开玩笑。啊，那些四十多岁都要问他怎样找钱。不要开玩笑。他很厉害，他真的很厉害。他讲的全部东西可以相信30%，我这个 topic 不了，剩下的车是可以的。你看这里全部是 Lexus， 所以你看一下这里左稍下面啊，全部 Lexus。As long as 1 year old， 你讲不了，你现在 drop。Any comment? All right. 啊，这个 Peugeot 跟 Renault 就比较少一点，因为马来西亚比较少。对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些啊，在马来西亚也很少的 Lexus。来，这是 LC 500吗？不是，这个是 RC。RC 啊，这是 RC。RC Hybrid。啊，安哥叫做 Hybrid 版。啊 ，Hybrid 版。So it's a 安哥 Sport Car。对，它的是 2.0 引擎 Turbo。对，它也有一个5.0的。啊，对对对对。啊，那个是 Lotec 比较贵啦 ，Lotec。我没有。啊，你看这里，来。它这没两，这辆车有 option 系的啦，你看到吗？这是5A 车，对 ，5A 车。日本每个车都会有这个 inspection report， 所以跟你讲 interior exterior 什么状况 ，chassis number 有没有穿过，有没有动过，有没有摸过，全部都会写到很清楚。全部有的东西。对，在这个后面 bonnet 要亏、啊。这个 Lexus 是有一点 feel 的。找不到那个它的 G spot。啊，这个我也找不到。没有了，这个没有 G spot。对，这个没有，这个是要用那个。把这个淡黄的黄。对，很 special 啊，这 special 很少有人有这种颜色，通常这种颜色是超跑颜色的。对对对，啊，淡黄白，对对对淡黄黄。对，然后那边还有一个很沉的，也是 RC。对 RC。然后这边也有一辆红的 RC。这个也是一辆。哎，其实 RC 啊，我觉得在马来西亚会一定有喜欢它的人的。对。所以各位，如果你们有 inquiry for RC， 是我们是专业的，来，我们来看有只有两来看。你看一下，我觉得很多辆啊，还有下面啊，你看到这里旁边吗？什么都是 RC 啊，对，全部是。我觉得日本仔都很喜欢这款的 Lexus RC 啊。我们要看最终极、最终极的版本过来。这是 RCF。RCF。RCF。F 就是 Honda 的 Type R。对。F 就是 Mercedes 的 AMG F Sport。对对。Yes。5.89 million， 这辆车很 get， 开一下。你看，没有锁门的，我看到完喽。你看它的 seat， 你看它的 seat， 美，真的很美，哇美，这个真的很美，这个可以去 request 过后放进去我们考虑的。总之你们要知道价钱，除了在我们的 comment section 这里 comment， 或者是直接去那里，只要你有兴趣，对，我们都可以算到价钱出来。对，准啊，不是阿嘎嘎，别人做不到的，100%啊，别人做不到啊，对，啊，这里你看，哎，你看这里全部是 Lexus。好，我们这边还有对普久，法国车啊，法国，这个说法很少人会去 import， 因为马来西亚那个马来西亚南沙有卖，南沙有卖啊，对，所以啊，这边同时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关于如果本地有在卖的车，我们可不可以 import 呢？是可以的，但是不划算。对，你要看什么这一点，对，因为如果这样子我们一样 import 进来的话啊。我觉得税那边会贵很多，因为他要保护我们本地这个车厂，对对，不可能这样子做它嘛，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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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我们也是人来的。对对对，阿威蛋，我跟你说啊，怎么他们要选日本车？我跟你讲， okay. 日本车的 condition 啊，不是 mine 啊，那个地上啊，他们啊，就跟你讲，日本的 quality 啊，路都这么好，所以啊，他的车况 confirm， 你自己看，真的没有硬硬拱拱硬硬拱拱，不是到时候就在铺路这样，很少动的。他驾驶起来跟新车是一样，是真的真的一模啊。它的下面的那些没有 rusty 的，你懂吗？哎，这个是几年车？16没有的算，没有的算。不贵，2.6啊，2.6啊。七八版是30,000吗？30,000。两个 million 就是60,000。对对对。70,000马币来买这辆车，还没有 tax， 还没有全部东西啦。对。70,000嘛。对。真的呆了，在日本。但是不能进。对。还有啊，你们来到这里啊，你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工地车。我跟你讲，工地车不只是可以在 UK 进的，可以讲日本啊。
如果你要比 condition， 奥迪、保时捷 ，OK， 保时捷我们在看一波真的是出了很多辆、啊、，for Porsche， 奥迪、保时捷 ，Japan， 不要开玩笑，欸、这我们那 GTS 那时候我们出了很多，我们出很多，对对对，啊、那个 condition for 日本的。Especially Conti car、啊、Porsche Audi、啊、还有 Mercedes BMW 你都可以来自己导总之呢那些你要进的那个款不要进那些很 standard 的啦 C200、啊啊、是是是 A4、啊、这些很 standard 的因为他们要 protect 那个 local interest 所以是你要来的话就来那种 M4 对对对对 M5 M3 M2 你看我们 Porsche 已经很够量了对对对对 Porsche 真的就是出很多78 GTS 啊 911 全部从日本你可以考虑 Shooting Brake来这个 shooting brake， shooting brake， 对对对，也算是 wagon 的一种啦。对对，哦，哎，真的来很多你的 flavor 嘞，我的 flavor 嘞，这个 BM， 对对对，然后这个还有是啊、应该是啊，对， 320D。Villain 的 flavor 嘞是什么？手压 ，N sport， 你要手压的，手压 diesel wagon， 狗腿很难找啊，没有几辆啊，在整个 UK 出发之前有找过多少辆？一辆。几辆啊？几辆你喜欢的吗？价钱也不会太贵。你看啊，他们在这边车的 condition 啊，真的 ，Oh my god。我跟你讲，这些车是几乎是还没有 touch up 的、啊、老实话讲，哎，这个是没有 touch up 的、啊。touch up 的话不是这样，因为通常 export series 啊，这些都是它跟着 auction sheet 来走的。4.5 就4.5，3.5就3.5，你骗不了。你做什么 replacement， 做什么 part replacement， 他们都会知道啊。他会知道啊，所以你要 follow 我们下一集，因为我们会跟你们讲。对，那个我们要去 auction 的 center， 我跟你讲整个细节，三分是怎样来，对，五分是怎样来啊，对，这些细节我会在下一集。给你们知道，所以你看啊，我们真的在日本的这个欧洲车，真的西北、okay. 西北税啊，真的没，真的西北税啊，不会，当然，有一个保时捷的，我海王啊，海王也有，保时捷蛋也，对对对，哈利，那个、哦，这个是84，不是啊，有这个 Defender 新款呢，对对，这个新款的，这个、这个都可以进啊，这个进，哎，你知道这个极美啊，对，真的很美。这辆车是 one of， 我看到我觉得新的 4x4 很美。我觉得 Defender 它 evolve 到很 get 啊 ，especially 这一款，这个真的是那个好像那个新的那个 designer 啊，那个旧的把它通掉换一个新的，真的完全不一样、啊，真的很美，很美很美。啊、你看几辆对不对？对对对 ，Defender。OK， 我们有 Bentayga。Bentayga， 这是 RK Bentayga， 不只是 any condition 车啦。嗯。这个如果你们哪一个大老板，不管谁啦，很喜欢 Bentayga 这个翅膀呢、啊嗯？对。你可以考虑拿日本的，日本的不是 minor， 你可以跟 UK 的来比啊。嗯、你买了这个 Bentayga 日本 ，sorry UK 你不会再动了。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你看这辆啊，对 ，W 十二，对，6000cc。对对对，这个 Lotte 比较通一点，但是 SUV 有 special。哎，你是大老板来的，我不会讲 Lotte 哦，是，不可以这样啦、啊。对对对，买 Bentayga 看 Lotte 哦。不然买两个没有车，每天对面还90块入袋的。我的天！哎，这个 R 八的 ，R 八 V 10。哎，这是 V 10 Plus 的几年车，给我看一下它的。这一五哦。OK， 这个是旧的。这个是 Spider。啊，对对。Spider。对。啊，有一个新款的 V 10 Plus。对对对对。那个 Plus 2017-18年以上的。对对对对对对。啊，这车型都在这里。Nice 对。对 ，RS Spider。来，我们不要浪费时间，还有一部我的 favorite， 我是一个 Lexus 跟 Porsche 的 hardcore fan 的。所以我跟你讲，这 Lexus 呢，如果你们要买跑车，如果你又要 reliability 什么，要 comfy 又背痛那些 ，OK， 来，就是这个 Defense Sport Car， 来介绍一下 LC 五百 ，LC 什么？蓝系五百，蓝系五百车，这个是 Land Cruiser 五百啊，对，哇，这辆车真的，我相信你们都有看过，在 roadside 都很多辆这辆车啦，这 LC 五百是，哎，没有关哦，来来来，看一下。这个里面的 condition 不是 minor， 对，它很美嘞，真的很美。你知道啊，有一些车啊，他们做这个米色啊，做的很威人啊。我很少看到可以做米色做的。这个是叫什么颜色？有点 brown，、啊、有点像 brown， 有点像卡其色。对对对对对。嗯，哇，那、okay. 个 condition 也很新车。哎呦，我跟你讲啊，这个 Lexus leather 啊，跟 Porsche leather 或者是 Rolls Royce leather， 它有不一样的味道。Lexus leather 不一样。哇，哎，休息一下。有不一样的味道，我看我一开门我就闻到了。你看它 carpet 厚道啊，对，你继续看它 carpet 的厚度。Lexus 不用讲了，不用讲话，这个车就是 built for quality。So 你们看到这辆车要不要？裸腰容易 ，WCG 好点，要知道 cost， 哪里都可以啊。对对对，你们看到这全部车，你们腰我们带进来。
真的不是跟你玩的。对对，你这边有点像那个 Tokyo Drift 的那个仓库。是，很爽的。但是那个 environment 还不够暗、啊、大家如果对看到这里面的车有兴趣，然后或者是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新车的话，你们绝对是可以找到 carimport.my， 那么你可以找 Alex， 可以找我都可以。对 ，either one、啊、一样的，一样东西的。我们是匪夫收拢、啊、一个 team。我们的价 ，OK， 不好意思啊 ，OK， 拧不急。好，那么今天我们的 video 就差不多到这边。对对对 ，Yes， 累了，我们上车了。对，走 ，OK， 我们一起走的，来。谢谢。